大家好，我们呢今天用这个 Mocha Pot 做那个牛奶咖啡，做法非常简单，Work from home 的最好选择。我们已经将咖啡豆呢磨成细粉，现在呢就称20克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需要150克的牛奶。我们打开那个 Mocha Pot，就放150克的水。现在呢，准备已经完毕，20克的咖啡粉，150克的牛奶，还有就150克的清水放进 Mocha Pot 里面就可以了。将20克的咖啡粉放进那个漏斗里面，这个就是漏斗，不是 directly 放进那个水里面吧？放完咖啡豆呢，你就可以关它了，然后就将它拧紧，如果不拧紧的话呢，它就会漏在，那些咖啡就会漏出来。当准备好以后，就可以开中火煲这个咖啡了。当你听到吱吱声，好像老鼠声音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倒牛奶进去。非常重要就是，当你放牛奶进去之后，就要守50秒。50秒之内呢，就要收火，如果不是呢，那个牛奶呢就会糊了。总之呢，放完牛奶之后就要等50秒，50秒之内呢就要离火，现在呢就可以 ready to serve 啦。好味。